相亲？妈，我只想做思聪，不喜欢喝奶茶。好了，别说了。没人在一起呐喊，一起喝。时光流转，风雨落单，兜兜转转才知道，平淡的陪伴最重要。我不愿错过你，我要我们在一起，穿越千万里，注定是你和你携手不离不弃，陪你慢慢老去。算了。停车！停一下！终于追到你了。追我的女孩多的是，还没有哪个敢称追到我的。哼，你也应该是个志向远大的人吧？我可高攀不起。看得出来，你倒也不是一无是处。嗯。眼光不错。说说看，我哪里志向远大吧。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究竟想做什么？我陪你。不用你陪，我一个人挺好。你脑子里想什么呢？我是说陪你手机。那就更不必了。你等会儿啊。哎，少爷。谁呀？那是阮青田。夫人挑的媳妇儿给你。不是，你干嘛呀？别动。你给我听好了，只有我才有资格娶下她。我才不会嫁给你呢。哎呦，这债主逼上门来了，房子都要保不住了，不答应人家，难道要我跟你爸都露宿街头吗？我怎么这么可怜呢？年纪轻轻就要跟着你们家受苦。你干嘛呀？我记得你说过要陪我，那现在就陪我睡觉吧。我说了是陪你手机呀，谁说陪你睡觉？回你的房间去吧。我们还没有结婚，还没领证呢。手机，我有的是。新娘子
我还从来没有过。你这么着急结婚，今天晚上又这么主动留在我府上，那不如今晚我们就洞房吧。不可能。晚上乖乖的陪我睡觉，保证不碰你。我不信。你没有选择。你睡了。今天是美好的一天，今晚也是美好的夜晚，我去陪你一起度过吧。哼，哦，我想要老板的钱，老板真是要我的命啊。我可以把我刚刚的梦画下来。如果那个女孩的故事是……妈，我有话对你说。我也有话，等我先说完。天哲，你必须要听妈妈的话，好好准备结婚，知道吗？羞羞好可爱，羞羞，抱着舒服，羞羞。妈，天哲他不适合结婚，他的身体……天哲的身体没有问题，他毕竟是我们人家的人。阮清田能嫁给天哲，那也是她的福分了。我可是给了阮家一大笔钱的。鉴于天哲的身体情况，婚礼就尽量低调些。我这就从夏威夷飞回去。妈，好了，我还有个会。熊最喜欢了，熊熊，熊熊。爱死你了。熊熊。阮小姐。少爷送你的。哇，谢谢啊。没事。哇，好漂亮啊。想不到放风筝撞出个老公来。喂。
你干嘛呀？这样看着我。你同意了？你亲口同意的？嗯。你看这裙子好看吗？别逼我动手，马上去换掉。为什么？哪儿那么多废话，让你换就换。我不。哼。对付你这种人就得来硬的。你放开我，放开我！林浩明，你到底想干什么？脱！我不！你就这么喜欢这套婚纱和这双鞋吗？我没发现你阮清田竟然是这种人。给我脱！我不！你干嘛？我不！脱！不要！给你脱下来！不要啊！你要的不就是钱吗？我给你双倍的钱，只要你肯解除婚约。不要找了，他已经没有用了，正好我也玩腻了。任浩明，我不会就这样任你摆布的，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你可以，你我也痛苦。
想寻死，至少不要死在我面前。放我下来！快放我下来！放我下来！快乐过，离开你我也痛，哭笑了都别再留。冰儿啊，最近辛苦了、啊、我呀给你带了水果饮料面包还有咖啡呢。哦，好，放那儿吧，坐下来慢慢吃慢慢喝。哎，崔主编，你这包在哪儿买的？挺好看的呀。你喜欢啊？喜欢，送给你了。别别别别，无功不受禄，你这包啊一看就不便宜，我可受不起啊。那就画一期热卖的漫画呀，我把这包当做公司福利送给你啊。不许看啊。不看不看啊，不看不看，你慢慢画啊。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任浩明没有继续阻挠下去，也许是迫于母亲的强势吧。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无奈之处，总之婚礼就这样低调地举行了。以后就叫您亲家母了。下面请新郎上台，给新娘戴上钻戒。哦，这。去吧。哦，我。我穷呢。下去之后再说。任先生，钻戒呢？钻戒找不到了。那个结婚典礼结束，请大家恭祝这对新人幸福美满。浩明。哦，妈。想什么呢？没什么。妈这次回来怎么感觉你和平常不太一样啊？有吗？还好吧。那就好。哦，对了，
你那个西部万口水窖计划还在做吗？啊，是不是可以停一停了？为什么要停？妈，你知道吗？现在西部还有成千上万的村落存在着严重缺水的难题，如果他们家家户户都有一口井的话，真的是解决了他们很大的生活问题。妈的意思是希望你以后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生意上。这个我会协调好的。好，那你就抽空去巡视一下全球的人事产业，将来这些都是属于你的。妈，家里还有天哲哥呢，虽然伯父伯母还有爸爸都在那次车祸中去世了，但是爷爷早就交代过，人家的产业将来是由天哲和我一同来继承的。是，我怎么能忘了呢？谢我的熊臭，我不要你睡在这里。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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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熊，我拿风筝跟你换熊，好不好？熊臭了呢，它就会有细菌，有细菌呢，你就会生病。乖，我明天带你去放风筝，然后再带你去参加越野跑。你看，啊，怎么样，多好玩啊？什么是越野跑？特别特别好玩。你去了就知道了啊。嗯，来给我。嗯嗯，真乖。那我们现在就去吧。啊，现在不能去，外面天黑了，会有妖怪的。你骗人，根本就没有妖怪。把熊给我。熊熊，还是熊熊好。哎，女人会骗人，熊熊我们睡。这孩子，这可怎么睡好呢？如果我偷偷帮他洗了熊呢？希望能在明天天哲醒来之前，把熊放在他怀里，这样也不算过分吧。哥，哥，你醒醒啊！哥，你醒醒啊！哥，你平时根本就不会来到这湖边的，你为什么出现在这儿？你说话呀，哥！是不是有人让你来这儿的？你说话呀，哥！
你说，是你不明白呢，还是这画中人不明白啊？这沉迷在爱情中的善男信女啊，都是傻瓜。拜托，崔主编，你能不能不要总是老吐槽我的漫画呀？你一个大男人懂什么叫玛丽苏吗？啊？玛丽苏？玛丽苏是什么来着？啊，吃苹果吧，好吗？粗鲁，粗鲁。哼，真没想到花了这么多钱请进家里来的却是个灾星。任夫人，我不敢相信甜甜竟然能干出这种事情来。人家已经容不下阮清甜了，你带她走吧。那钱？钱？什么钱？你给我们的钱啊。甜甜她爸重病在床，我又没有什么工作，全指着这笔钱度日呢。我还真没把这点钱放在心上。这是三张机票，带上钱，带着你们全家，给我走得越远越好。嗯，是是。夫人，这件事情你处理得太草率了，嫁祸不成，只能让他们远走高飞了。是。走啊，快！庄姨，我不走。快点儿，庄姨，我不走。哎呀，我不走。我说你是不是傻呀？不走，难道留在这里守寡吗？人家已经容不下你了。庄姨，我不能走，事情都没调查清楚。你带我爸走吧，等事情调查清楚之后，我再去找你们。机票人家已经给买好了，你要是不走，你爸能走吗？可是我……任少爷，想逃是不是？我让你逃，不让你逃。庄姨，你放手啊！怎么办？怎么办呢？你放开我，任浩平！你又发什么疯啊？快放开我！放开我！阮清甜，我真的看不透，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人？你不要摆出这副无辜可怜的表情给我看，你觉得我会心软吗？你会这么狠心，是因为你认定我是凶手，是不是？这才是我的心，你听听，你听得到吗？你能听到我的心在此时此刻究竟是怎么想的吗？你能听到我的心里是多么的痛苦，多么的难受，多么的无助吗？啊！想对我说话。
生都没见过我。走了，我也不想这样做。可是真的想对你说，明天开始就重新来过。你让我幸福过，快乐过，这些我都还记得。别怀疑我，离开你我也痛苦傻了，忘记吧那些经过。浩明，我看你最近因为天哲的事劳累过度了，要不要出去散散心？想去哪儿跟妈说，妈找人提前给你安排一下。妈，找到凶手之前我哪儿也不去。凶手？警察不是都定案了吗？哪有什么凶手？事情没那么简单，一定哪里有问题。你是说阮清田有问题？我一定要把它弄清楚。浩明，听妈一句话，这件事就到此为止，让天哲安息吧，好不好？稿子怎么样了呀？什么时候发过来呀？快点画呀。嗯，你可真是个狠心的女人，你为了一只风筝连手都不要了吗？对，我就是个狠心的女人，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在乎的。你要是还想诋毁我，你可以一起说出来。这么多废话，跟我走。快去拿医药箱。别以为我是为了你好。哼，我是担心你死得太早。天哲的事情你还没有受到惩罚，没有我的允许你不许死。
你不是风筝，别想着飞走。天哲去世了，阮青田住在这里也不太方便，让他搬走吧。妈，你就真的这样打算放阮青田走吗？他可是造成哥哥溺死的最大嫌疑人。我不想见到他，一看到他我就想起天哲，天哲还这么年轻，他就妈，你放心，为大哥讨回公道，我有办法。喂，你到底把我带到这里来干嘛呀？你不是很喜欢越野跑吗？在真正的野外，我看你怎么跑。越野跑活动都是自愿参加的，你这分明是绑架和囚禁啊。我说是聊天和度假。阮青田，认罪吧，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是，我是没有照顾好天哲，可是你也不能把一切的责任都推到我身上啊。你这算是承认了吧？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要说责任，你作为天哲的弟弟，你没有照顾他的责任吗？家里有那么多保镖，为什么还让天哲跑出去了？你在为你的罪行找借口吧。你干嘛呀？你疯了吗？你最好自愿承认，是你害死我哥的，自愿赎罪。不然的话，我只好用我的方法，让你开口。不是我做的，我为什么要承认啊？我告诉你，嘴硬的人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这里呢，每天都会有各种毒虫野兽出来，他们会好好招待你的。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你的蛇蝎心肠毒，还是这里的蛇虫鼠蚁。这是要屈打成招吗？有没有冤屈，你自己心里明白。我就是心里太明白了，才没话跟你说。好，那我就看看你的脾气到底有多硬。
这该死的树林，现在居然连一只蚂蚁都没有。看什么你？我告诉你，我会有办法让你开口的。你好像忘了我说过的话。我怎么敢忘呢？可是甜甜她，那她为什么又开始缠着我家浩明呢？什么？甜甜在哪儿？我今天说什么要把她带回去？我还想问你呢。你给我准备一套说辞，等我找到浩明，你要在他面前一口咬定天哲就是被阮清甜害死的。这我跟甜甜还是有感情的啊。少在我面前装了，我已经调查得清清楚楚，你在很早以前就开始背着阮家在外面养小白脸了。我给你500万，怎么样？我要现金。是，任天哲就是被甜甜害死的，我亲眼看见的。任浩明，你到底要玩什么花样啊？你不是什么都不怕吗？紧张什么？哼！啊，喂，干嘛？喂！幼稚，是吗？那就走着瞧好什么才是真正的疯子？认罪吗？不认。任浩明，还不肯认罪吗？不渴吗？想不想喝水？看来你的身体
比你诚实多了。为什么你就不肯相信我一次？我在你眼里就是这么一个不堪、恶毒的女人吗？你这样算什么？喂，把眼睛睁开，别装死。喂，他是什么时候又把这个挂坠给捡回来的？吃饭。我让你吃饭。不吃。我让你吃饭。会不会种出不一样的烟火？孤独曾经是种骄傲，岁月转眼到。今天吃生肉是不是？终于落那好，再来。才知道平淡的陪伴最重要。我不愿错过你。我要我们在一起，煽情的话语，久违的情绪，熬过乌云还是失意。我不愿错过你，我要我们在一起，穿越千万里，只为遇见你，和你携手不离不弃，陪你慢慢老去。
崔主编，你要是困了呢，就去沙发上睡，好吗？我不困，不困。怎么样啊？是不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啊？哼，哎，冰儿，你也爱吃红三掌柜的蘑菇啊？正好我没事儿，一会儿我去煮一锅鲜美的蘑菇汤给咱俩当宵夜，怎么样？嗯，快去快去。嗯嗯，我一直爱着你。不要留下我一个人纪念曾经我们失去的青春。过去藏在昨天，让自己好一点，醒来后却才发现你褪色的照片。孤独是一种考验，失去你那一天，就像失去整个世界，一瞬间就毁灭。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是甜甜托人告诉我的。浩明，你带甜甜走吧，只有你才能给她幸福。你说什么呢？我跟她是不可能在一起的。以前是不可能，可是甜甜不是已经帮……跪下。你先走吧，我有些话想单独跟天哲说。阮青天，我没想到你是这么的恶毒。想逃是不是？你最好自愿承认，你害死了我哥，自愿赎罪，不然的话，我只好用我的方法让你开口。既然你那么不相信我，那我去陪天哲好了。
今天你疯了吗？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死？甜甜，你不能死，我不让你死。你是不是傻？为什么不让我去死？因为我的林俊不能死。你还记得吗？我说过，带上他，你以后就是我的人了。没有我的允许，你不许摘下来。是他，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C 主编，你也玩妖气猫呀？我还以为就我玩呢。嘘，我是零零后，你是九零后，我跟你玩能一样吗？哼，你是零零后，你零零后小时候都看什么动画片啊？动画片啊，葫芦娃。好吧，那我们还是有代沟的。我们九零后啊，看的都是大圣归来。别贫了，别贫了，赶紧干活吧，也不看看现在几点了。庄丽华，你太可恨了！你先把我的女儿卖给个傻子，现在又为了钱想把她送进监狱里啊！你简直就是个畜生！你去死吧！你骂够了没有？你是曾经对我有恩，可我伺候你这些年也算是还清了吧？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呀？啊！我还年轻，人长得漂亮。我自从跟了你，我过过一天好日子吗？你还敢舔着脸说呀你？就你干的那些好事，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我怎么了我？拿着我的钱，每天穿的跟个妓女似的，出去卖弄风骚。你穿的好怎么了？我看见你那个德性啊，我都想掐死你！切，老娘现在有钱了。再也不用跟着你受窝囊气了，谁爱伺候你就伺候你。
断了，不伺候了。娘，娘，娘！再也不用跟你过苦日子了。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 I got facts over tracks, this and that. Spitting slow, spitting fast. I could roast, I could gas. Think I'm okay at last, but I don'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 and the pettiness.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 Hilarious. You think you're worth my time? You're delirious, mysterious.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 inferior. You know I'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 Get off of me. This ain't no humble brag.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 You can say them back.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at last, 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 It was built to last. Yeah.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m gonna learn the consequence of being incompetent. Mental health is confidence, dreams into modestness. I'm not here to save the day, that's for you to take away. I could play a million mind games, but instead of say something not illogical, something that is topical. Rub it on and watch it go. Make yourself unstoppable. Dreams are irresponsible, but they're always possible. If you just believe, you could be so remarkable. Thoughts in my head, a collage and they spread. I'll be great one day, going off of my meds. No, I'm not giving up, no, I'm not giving in. I will make it to the top, taking off in the wind. I gotta make it, I'm saving every day to taste it. I'm patient, but my mind, it can hardly take it. I'm chasing a dream that I've had for several ages. A vacant modern kingdom for the taking.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别动他。浩明，妈，快过来见见你爷爷。爷爷，您真的从夏威夷赶来？应该是浩明的，是时候了，今晚就动手，一定要嫁祸给那个女人。是，记住，要干净利落，不留痕迹。知道了。熊，熊熊，嗯。我的熊，我的熊，熊熊，天哲，少爷，少爷，少爷，天哲，少爷，少爷在哪儿啊？少爷，天哲，少爷，少爷，天哲，天哲，天哲，天少爷，天哲少爷，熊，我的熊。给我熊，熊！我不会死在你们的手上。我已经喝了毒药。查出这个万管家是凶手的，是通过天哲的玩具熊。
蓝莲妈妈呀，好命啊！妈，先说好了啊，不能太过分了啊！玉东，别动！哎呦，装出不一样的烟火。我不愿错过你，我要我们在一起。别跑！别站住！浩宁，你把一半的财产捐给了西部首计划，另一半捐给全民健身基金，变成一个穷人，和我隐居在这小岛上，你不后悔吗？盏灯火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尽头，没人在一起呐喊，一起喝彩。此生有你，再也不会。两个人的温暖，会不会冲出不一样的烟火？孤独曾经是种骄傲，岁月转眼难熬，好时光流转终于落单，兜兜转转才知道平淡的陪伴最重要。我不愿错过你，我要我们在一起，煽情的话语，酒杯的情绪，熬过午夜还是失意，我不能错过你，我要我们在一起，穿越千万里只为遇见你，和你携手不离不弃，陪你慢慢老去。哎，这个挺好吃的。哎，好，给我一个，再给你，好，好吃的，好，味道真不错。给我开一瓶。快过来，快过来！来了。哎，你肉烤好了没有啊？吃啊，递给我。随便吃，随便喝。坐这，坐这。好，给你。来来来，那个，拿着。哎，我要那个。拿着。来来来，用过纸巾。好。来，看看队长。好。肉怎么这么慢呢？来来来来。哎呀，都别忙了，过来快点，来来来，来来来来，哎，今天呀，大家高兴，哎，走一个，啊，来一个，走一个，来来来，你也喝一个，嗯，吃好喝好啊，哎，你们也别在那玩啊，
来，一起。今天呀，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祝冰儿的新作圆满完成啊！我这个主编呢，说话算话，今儿啊，就把我这个心爱的包包送给冰儿了。来，冰儿。冰儿，去哪儿？冰儿，刚才还在这儿呢，上厕所了。这么重要的事，哎，算算，来来来，咱们走一个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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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好，走着，哎，哎，我知道了吗？放心吧，可是我现在吧，把过去藏在昨天，让自己好一点，醒来后却才发现你褪色的照片。